政委，你说。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学，对，也在中南，因为我这里是非常漂亮的哦。啊，这条路没有禁止骑脚踏车，所以说你可以骑脚踏车走这条路，哦，落雨松大道，哇，哎，这边的也还没有变颜色。对啊，哇，模特来了，要跟他挥挥手。嗯，谢谢你的表演。再一次，啊，再骑一次，再骑一次。把前面小羊。应该说借我们骑啦。有我拍的，他们。哦，捷运人。啊，小凤好美哦，要跟你先生讲。大哥，我要跟你太太讲。说你跟一个美女在散步。